各位好，今天是3月24号星期四。在这个板块方面呢，我看到都是有升有跌啦，升的稍微多一点。咁之但係有兩方面要留意嘅，第一銀行同埋地產呢都係唔係好升嘅，而半導體方面呢亦都係唔係好升嘅，都係都喺綠色嘅地方嗰度。咁即使個升勢呢係相對地係比較係好似未有大力嘅支持。恆指嘅係周線圖上面見得到係喺22663呢個位度呢，應該係一個頗大嘅阻力。一日未升穿呢個位嘅話，唔可以講話期指咧已經係叫甩爛。